大家好，我是羽毛球初学者薛总。前几期教大家的一些准备活动，不知道大家做得如何。接下来我会教大家一些比赛和训练中的一些步法，来帮助大家更灵活的去打羽毛球。来吧，大家跟着我一起去训练吧。
不知道大家的步伐练得怎么样了。步伐在羽毛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整个羽毛球的一个基础，一个核心，可以说是你步伐好，你就可以更流畅的去击打羽毛球。也希望大家能多用心的去训练这一块环节。接下来视频自己依旧会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羽毛球初学者薛松上第一时间向大家更新，谢谢大家关注。